上等牛腱心搭配刀削面，这台湾人最熟悉的滋味竟出自于这阿德瓦的手。细细调整好面团的位置，让刀一削就能切出完美的形状与手感。这来自加拿大的壮，从揉面团到削面，扎扎实实学习了半年才出塞，因应现在订单量比较大，才改成机器来辅佐。The shaved noodle was hard, 很难，削面的很难。One month, 一个月。Yeah, 一个月。It was okay, but then it took me 6 months to get it perfect.而不止如此，包起饺子来也毫不马虎，与太太高美娟两人在一折一捏之间展现了好默契。所有的东西原本是从最新鲜的要转成，我们希望能够即使是冷冻还是能够维持到它的鲜度，从抽真空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。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是研究我们的面应该要怎样，中间有很多挫折。两人当初是因为工作才结缘，但对John来说，与高美娟的相遇却都是命中注定。 And one night I had a dream. I had a dragon chase me down the street and chase me into the house. Right, so 我们回来台湾 the first time. 第一次 When I saw her house, I was like, well, just whoa. So when I first met Patty,I knew her, sort of. You want to say that? 于是来到台湾，似乎成为John的使命。带着这样的热情，也让他的功夫刀削面能够越磨越带劲。